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吗？你完蛋了！还有重考，完工了。先生，你看到外面的状况了吗？一堆团队首领抢着想拿到我们的邀请。我是马尔加尼斯。我靠！高啦，二四哇不够哎，我的那个怎么那么少啊？水晶好少，为什么还有九个水晶我才五个？好有趣。哦好，香蕉发了，晚安。气球。摩洛斯，我们忘记气球了。气球，先生，气球会吓到鱼。还记得上礼拜的事吗？想干你我死来！法术造成防御，法术伤害的效果加倍。对一个手下造成法术伤害的效果加倍，什么东西？我要像麦迪文一样厉害！完工了。你邀请了贾拉克瑟斯这个鲁蛇。鲁蛇，贾拉克瑟斯，你听过他唱歌吗？人家上过《鲁蛇好声音》啊！《鲁蛇好声音》。嗯，而且他没有烧掉图书馆。完工了。就是哎，还有这个，6:62:18，哇哇，抽什么？抽卡、哦。爆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！先丢这个好了。那再個，准一点，没关系，人家还有一张。打好打满，耶、yeah ！好棒棒，好准，好棒好棒。我刚刚应该先丢这个的，哎，哇，
我要像麦迪文一样厉害。五张秘密随机秘密放到战场，好厉害的感觉，丢个看看。哇、哦，哦，他好厉害哦，我小看他了，他好厉害、哦。哟哈！还有重考？他可以先放着吗？扫把多点几下有特效吗？有特效。不用省牌哦，好，所以有牌就丢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好，人家知道了，行。有牌就丢。欸，我应该先抽卡的，我都忘记先抽卡、欸。我应该先抽卡的。还有重考。哟哈！哦，那就赢啦，那就赢啦。二十点的火球，回老家吧，恶魔。我要带你一起走。我要带你一起走。啊？哦。这一下糟糕了！耶、造成五点伤害，召唤一个随机消耗五点的伤害。造成五点伤害，召唤一个消耗为五的随机手下，是打自己的意思吗？得要有人在派对前打扫干净才行。摩洛斯，召唤一个一五。欢迎来到黑石山，我的地盘。你无法阻止我的计划。来的正好，冒险者，欢迎来到探险者大厅。我们掌握了起源法杖三个组件的线索。黑石山说要关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打自己哦，造成五点哦，打谁都可以。哦哦，是这样子哦。我不知道他说造成五点伤害，谁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啊？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、啊。先开卡拉站，别开其他的。没有啊，这个不是要钱吗？这还要钱哎、欸！完整的冒险徽章，哦，其实不贵啦，590。不对，乡长还是有点贵。黑石山快关了，先开冒险。哦，喵帕完，喵帕完，喵，先开冒险者李诺同学，明年就要掰了，先不要开副本，要看买什么牌组，再决定要不要买副本。我是没有打算要买副本啦，啊，这个都要买啊，哦，那看样子不行了，禁忌期。竞技场就是他帮你配卡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我上次的，这好像是我上次的东西，我还没打，打一打吧。哎，蛋蛋13等，感谢。
先不要打。上次没打完的，上次没打完的，没有啊，没办法，这个打一打吧，不然他放在那里，那放在那里也没有用啊。超够气的卡哎、欸，这些都超久的卡哎、欸，好久、哦，法老王的白出，好久、哦，应该是零胜啊，没差、啊，就把它打一打，骨灰白出。给对方赚到了，就当学经验了。介意我色虚吗？为了十字军，好，睡觉了，晚安。揪住，谢谢新干爹，感谢。我阿妈在玩的牌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新颖啊！哇，都没有看过哎、欸，都没有看过的牌。卡斯丁狗耶！卡斯丁狗哎，好古老的人哦。应该打他脸啊！原来如此。哦，对吼，好像有道理。沐浴在烈焰中。他刚打的那个意思是，哦。我的刀刃好像鲜血。五四六是什么意思？五四六，我看不下去了，太残忍了。哎呦！应该剑无虚发，打脸是吧？打脸吗？打他脸。来这里单挑，驱虫。进攻！我看不懂啊！哎，怎么聊天室都一大堆炉石来的是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啊啊，被截掉了。两点伤害，抽一张卡，三五，让我想想。等一下我想想。我们必须净化太阳极，救救我的怒火！
完的这个要怎么办啊？龙的力量，若有方有五点上获得二加二，真的神抽哎、欸，刚好抽到复制，好厉害！什么王高 ？T 哎、欸，谢新干爹 T O N G U 香蕉，他刚丢了香蕉出来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啦？好烦哦！怎么一大堆我看不懂的东西啦？什么网购？什么网购？他刚丢了香蕉吗？加入或死亡，死亡后加入。向前推进，我现在看我的卡，我真的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古老时期的卡片，真的是古老时期的卡片。那我刚刚应该好像应该加下去把这张解掉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按错了，白痴！白痴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什么402？哦，对不起啦，人家刚按错了啦，我刚刚应该打他的啦。哎呦，不要追我！我玻璃心，你们追我，以后就不用不敢打炉石了。其实还好，其实我想怎么玩怎么玩，尽量追我吧。又一次的死亡，召唤的法力消耗为一的随机手下，每当一个手下获。没办法啦，有卡就丢一丢吧，怎么办？这个先打掉吧。消耗为一的随机手下，这个东西。看好这招。白痴。生鱼片好吃，14个月，谢谢。走向荒野，圣光一视同仁。哇，他是现在有牌就丢了，相信自己的牌组。这个牌组我大概一两年前组的，我自己都不相信他了。我连这牌组怎么组出来的，我不知道哎。攻击手下会降低一点攻击力，而非一点的耐力。攻击手一点的攻击力啊。哇，我现在就开始只能拿自己去揍他。让我想想，这个七该打谁脸身上？啊，解掉吧，快点吧。
门准备完成。怎么那么多生物卡？我天啊！别打脸，说好不打脸的。哇哦，好吧，那就。准。玩得不错。行，还可以，还技能住，还技能住。我这个是先下吗？狂怒是当回合才有用的，还是下回合也在啊？他下回合这个加二还在不在啊？这个下回合的加二还在不在？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了。狂怒是，狂怒是他受伤的时候加二，对不对？下，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很久没有玩了，我有点忘记了。谢谢。你知道，有时候看聊天室崩溃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。朋友，哇！
还有盾，我还有护甲。等一下，你小子手中的气都没当死，小黑稍微有点靠药，我是还不够。我还没准备好。哇！啊！哦哦，他的血多一滴。你的回合结束时赋予另一个水晶有防守加一点的攻击力。Oh my god！ 哇！卡外给西杀了。赶快给西杀来！哇，不行啊，这我一定要打掉啊！哇，怎么办？这一定要换掉吧！别丢，干，我丢了，对不起，我丢了，对不起。完工了。对不起啦，我不知道不要丢，怎么办？我丢了，我应该要把这个交出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应该再忍一下的。聊天室比我紧张哎，我很紧张，你们也很紧张哎，我的天啊！不要丢哦！那我现在可以。西尊告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的护甲。我的护甲比较多，他可以慢慢打我，他有种就啊！不要乱丢，好，你的魔法无法止。好，稳，不等一下，稳吗？四五，可以吧？你们看得好紧张，我的天啊！我没有开啊！刚刚好，等一下，刚刚好，我刚有冲锋，刚刚好。谢谢订阅，谢谢。看我喝口水。哦，不行了，我不能再拿这个牌组打了。我这个牌组是怎么组的？我的天哪，这个牌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不能，这牌组打得我好累啊！我的天哪。Bill 62776，谢谢订阅，谢谢。我怎么后面塞了12的巨人在里面啊？傻眼欸。DOWA380，谢谢订阅，谢谢。太神了，你根本是世界冠军。不是啊，这真的很累啊。哇哩，怎么办？我还要拿这个牌去打吗？好可怕哦！天啊，好可怕哦！亚图姆四，你亚图姆四好复杂，开心玩就好。这副牌没十胜很难，这有可以打到十胜吗？太难了吧！邪侯斧也不错。
这牌很稳啊。好，再打再打，好，信你们 ，Win 8014订阅，谢谢谢谢。打不完开不了新局，对啊，我要把这个打完，好累哦。炉石是这么累的游戏吗？我以为炉石很轻松自在耶，怎么会玩得那么累啊？炉石不是应该是轻松自在的游戏吗？啊，怎么可以找那么久？是没有人了吗？劝你每一回合都想到烧线在下，好好烧线在下。卡尔洛斯，对上古尔丹。哦，是古尔丹诶，他 ID 叫漂浮奶昔。你的灵魂属于我，胜利，胜利或死亡。我干你，老师，不该换的。剑无虚发，完工了。这东西就是真的是几百年前才会放的卡片，现在就不会有人放这东西啊。他为什么？哦，没有足够的卡瓦耶西杀了。我来试试。卡瓦耶西杀来。每当此手下受到伤害，对你的英雄也造成等量的伤害。每当此手下受到伤害，对你的英雄也造成等量的伤害。是我的逻辑有问题，还是我的思绪有问题？我为什么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？什么叫求你的手下？我在攻杀小吗？我的天啊！不要招惹长牙。我来试一试。西尊告。与每个玩家备用零件。哈？哈？他在？哈？哈？哈？什么？他刚刚怎么了？他刚刚怎么了？他刚刚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啊？什么啊？什么玩高啊？我怎么看不懂啊？怎么办？我看不懂哎、欸！这游戏怎么会变得我看不懂啊？在哪？我去！反正我打他脸就对了吧，我反正我打他脸就对了吧，我就打他脸就对了吧，我不知道干嘛，我打他就对了吧。我来自虚无，手中一个字。我来试一剑。这个术士在玩什么？我怎么看不懂啊？这个术士到底在玩什么？我怎么看不懂啊？我怎么看不懂啊？他在阴我吗？他是不是有个什么缜密的计划要阴我？他等下会不会丢出什么卡是？就是直接逆转局势，为什么他不解我的卡？怎么这么多的可能性？我根本不知道你在玩什么啊！这游戏是这样子玩的吗？怎么？这游戏是这样子玩的吗？我看不懂哎、欸，我看不懂哎、欸！什么啊？什么啊？Thank you.
戳眼睛，戳眼睛。我快没有时间了，那一手又叫我提。完全的腐化，完全的力量。总觉得不要理他比较好哎，傅云云的恶魔一比一啊，死掉吧。天地不可老少。玩到输就没有卡片嘛，不知道丢什么。我是不是应该等山岭巨人出来啊？可是我总觉得他有卡片可以直接把我山岭巨人清掉。让我想想。四八其实还好。我是不是等一回合比较好啊？是不是等一回合比较好？等下回，我也觉得等下回耶。我必须选择。二三下去谈，等吧等吧，我不知道，我自己是觉得等一回合啦，因为血还很多，应该还可以再挨一下吧。小小，邪恶大大，获得一加一。不忍直视，这个他解得掉吧？我觉得解得掉哎、欸，我觉得直接丢这个他解得掉哎、欸，他一定有东西可以解。我是不是应该？好危险、啊！8888，巨攻。哦，也是，好像只能下，也只能下。啊、哦。希望可以撞到台主，我也希望你可以撞到我。我希望赶快把机器城打完。哦，他要招恶魔了，随机恶魔，戳眼睛。日到了，开始。嘣！哇，我看是 GG 了。哇，狙狙了，狙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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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狙！加入或死亡，或死亡后加入，或死亡后加入。狙狙啦，不然怎么办？对吧？试试这一招。
安全装置关闭，收割伺服器启动。他的卡怎么这么多啊？谢谢。三 D， 哇，死了，没血了，剩三 D。你妈长得像鱼人，又吵。运气真好哎、欸！哇，哦、好吧。哇，好吧，好吧。嘿，罗伊，安安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拜拜。左右新任务，打完就有卡包、哦。打完一个旧卡包，那么好，精良，可以可以。精良传说，哦，很好吗？很好吗？这很好吗？看不出来，好像很厉害。老爸，真的耶，是老爸耶，地狱吼耶，好棒哦！战神战士最强的卡片哦，现在不强，现在不强啊！你看有人说现在不强啊，你们都在那边刷六，他其实不强吧？啊，我要把这打完，还要再输两场哎，这游戏这卡牌，真是的。先玩，别玩竞技场，先组牌哦。可是我现在牌就不知道怎么组没。我刚刚玩，战士感，觉好像不错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别的卡、啊、可以换掉。老，刚那个老爸，格罗玛雪加进去嘞，心灵之怒，旋风斩，战场上每一个手下消耗消耗一点，我是不是应该合成个炎魔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几乎所有的卡牌我都有看到大家合炎魔，斗殴放一下。是刚刚开台的时候抽到的，好像是第一个卡包抽到的。这个可是这个不适合吧？这个不适合放吧？放一色啦，这个不适合吧？这个适合吗？你们不要骗我，我没有怎么玩过，我是不知道啦。炎魔女王都要，炎魔，要合是不是？炎魔是几星的？在中立卡对不对？
炎魔在哪里啊？欸，太贵了，他1600。我以为我有1300可以合得了欸，哭哦。那就只好组个平凡人都可以的卡牌吧。欸，小助手教我啊，小助手，大概到底还要放什么？这是他丢的，这是他刚刚建议的卡牌。愤怒鸡，一个说愤怒鸡要带，一个说愤怒鸡金卡全拆。全卡观众拆掉，金卡观众，观众什么啊？不要讲我听不懂的东西好不好？鸡很可爱啊，鸡不能带吗？我以前好像会带鸡耶。观众等于愤怒鸡啊。我想先留着，我喜欢收集卡片，我不想拆掉它。人家不要拆掉它。可是我，欸，不对啊，我这张卡片是满的了耶，我已经满了耶。这样就完成了吗？经典战士卡牌组，心灵之怒，对一个手下造成1点伤害，获得2点攻击，旋风斩，狂怒。斩杀监工奥府，欸，他是奥府，欸，他没有那个，邪侯府是不是应该合一下？邪侯府大家觉得有需要吗？我觉得邪侯府很好用，说奥府好用，邪侯府比较好用吧。老爸放回去，不要绿龙换老爸哦，不哦，哎，我刚把老爸拿出来了吗？哦，我可以两个都放吧，我可以两个都放吧，我再随便把一个东西拿走，我就可以放老爸啦，可以放老爸，也可以放绿龙，哎，随便一个东西哦，这个好了，看起来烂烂的，哦，就这样了。怎么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卡在里面？现在的 meta 到底是怎么样嘞？我都不知道一般的普通卡放哪个比较好。好想 call in 哦， call out 才对啦，好想 call out 啊。抽，哎，靠腰按到5号，这个我觉得可以放满。斧头，所有的传说塞进去就对了。这牌组可以到 R17， 真的吗？这么厉害啊！狼哦，我看一下哦。我觉得低消耗的卡太多，哎，我想要多一点高消耗的。武器会不会也太多？
瞬劈斩，塞一下，绝很好用。哎 ，QQ 安安，打头战就对，都打头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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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算了啦，反正我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，打了就对了嘛，打了就知道。然后嘞，排名模式吗？卡尔洛斯，对上马法里恩。他叫做 Master。我必须保护大师。胜利或死亡。胜利或死亡。哎呦，靠腰！嗯，他怎么那么早就进来了啦？为什么那么快就进来了？好烦哦！是真的新手赢了，炉石不会有人开新账号在虐新手吧？有人那么无聊吗？小金吗？他们不会知道是被谁杀死的。什么？你开啦？把白球拿给我。哇！有？怎么会有人那么无聊啊？每个月排名都会重置，每个月，所以十二月重置的意思吗？稳稳的打会赢，好哦。很多变态喜欢虐菜，打不赢就虐菜，他们好变态。这什么、啊？为什么要拿约我说砸我脸啊？为什么啊？谢谢谢谢陈阿肥，阿肥五个月，谢谢。为什么啊？打脸战术，我的天啊！他好凶哦，他好生气哦。他。在解任务。哎，比我后面啦！为了大首长。为了地狱好，先等我一下。
哦，大的要来的吗？哦，抽到爸爸了，可是爸爸丢不出来，爸爸丢不出来。哇，我只要拿链接，我要拿链接吗？等一下，还是我应该？好像我好像只能拿脸去解他哎、欸。对面新手，我也新手啊！别斗殴啊，斗殴太那个了啦，斗殴太那个了，只能这样子。神经病才斗殴。哎，六安安，我在飞呀！我靠腰嘞！哎呦，等等等，我觉得是骑手不好，我觉得是骑手不好啦，骑手不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卡牌哪里出了问题？等一下，不应该是这样子啊，没道理啊，这么多的为什么都抽到高号的啊？没道理啊。真的是没道理啊！你们真的很烦欸，真的是很烦。我说是应该多一些嘲讽的啊，是应该多一些嘲讽。好，晚安哦，睡觉了，晚安。八加九站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因为多了太多新卡，我需要慢慢看。我需要研究一下。我相信叶子一定可以上20的利夫吉尔。我怎么觉得有种嘲讽的感觉啊？